听听讲过去啊，一念无明生三世，境界为缘中六处，敢若一个无明起来啦，咱的内心啊就开始产生了三世。这个三世呢，都是贪嗔痴。那痴呀，痴也是同款呐。明知影这都是道理，咱家己爱顾好好，唔通去互人影响去。偏偏呢，那这个痴念一起啦，咱的内心甲外境呢，就会引起啦。一念差，千万错。这样，世间有偌呢真多的痴情啊，情爱羞愤，这敢是拢对痴迷开始呢？小姐，第一道题目通关，只有三首诗歌，有请小姐。啊、是呀、啊。第二关必须依靠台笔念出四句，题目听来。问心无悔，在书面前我已经想好了，是不是会用由我先做表达？既是如此，就请公主念诗啊。小姐啊，三弟
存在心，汉字兼才是错地来因，并肩之灵是可观金。说得有道理，其他你为公主呢？小姐啊，听来，今日晚冬富贵无双啊，天生气质已变不动，并肩猛虎巧突兀无望，天差地别苦情心中。最后这位公主请。小姐出错地，必是不惜富贵之力，若是要赢，都爱刀起双方。公主，请啊，六小姐，富贵边境如君你，只可惜请三位公主将诗句写下，听上我父品诗，最后拜出顺位，必定报以重金。恭喜五兄，这次品诗大会一定是你我的好酒。对对对，我的好酒。恭喜啊，五兄，恭喜啊！紧张呐！是。啊，我陪小姐进食就好，明日去洗碗卡休困。小姐，你着好好啊行，面色底也无好，唔通予你这如花似玉的美人的模样，会予人在场的查甫人。袂记叫做啥物名哦，小姐，莫阁跟我讲生笑咯，我是今日是紧张要老唱歌呢，很紧张啦。哎，你有看到你要叫的人无？哈？无呢，我拢无看到崔大哥啊。哎呀，咱先入室再阁讲啦。啊，惊。嘿，若是我老爷知影，我就害啊啦，阿弟。这当然不会让我哪爹知影啊！起来，来去。哎呦喂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你什么人啊？又搁是什么人？这里。小姐，你有要紧无啊？我要紧啊，我无要紧。
小姐，哎，贤弟啊，呀你，哎，你来对伫小姐身边啊。啊，小姐，嗯、这位就是我时常对你提起的知己好友崔大哥啊。啊，原来是柳小姐。小生崔文江，迄日一小姐匆匆一见，未能认出小姐娇容，望小姐莫以后见怪呀。啊啊，那你，崔大哥，你先到朱雀桥，我等下就去找你呀。好。我有话想要对小姐讲。哦，水公主，淡水不红。柳小姐，将人相团，柳家住在你，连风叠叠，是名相敬之。小姐，这位崔大哥伊呀，温文儒雅，多英气，仪表非凡，无如此。浅浅莫西风，柳树宽宽要静望，春去秋来一心望，万花春泥种花种。想袂到崔大哥你的诗才更上一层楼啊，也出师名闻。真是一名才子啊！这首《秋海棠》，我甲小姐拢感觉你写得真好啊！哦，只是此地人生杂乱，无方便讲话。等一下，我到朱雀桥，才将小姐的感想向你说明啊！哦，好好好。如此，我便先往朱雀桥了。嗯，小生过去了。嗯，
你来了。嗯。呀，小姐，伊啊，大哥，呀，其实，我嘛无想要隐瞒你，我甲小姐伊。心相应，我满一切都良情。贤弟，大哥当然未计较你的温暖，那安尼讲来，你的本名应该是叫做……当然是四六刘艳良，一小妹便是刘艳娘。哦，一娘与我貌相同，同我为媒金雕相逢，面貌与贤弟相同。哎呀，贤弟面貌俊俏，想来小姐便是一代佳人咯。嗯，大哥，按照俗例，你必须要三媒六聘，到刘家门庭提亲啊。只是另外要向你讨一件定情信物，以表你的心意啊。定情信物，这，哎，大哥心上。其实嘛，无甚物价值的物件。大哥，你唔免紧张，我早都替你想好了。不如这首《秋海棠》。海棠青青把西风，柳树宽宽摇尽。春去秋来一心红，愿化春泥将花种。哦，大哥，这有一支柳家社团的玉体，予你作为公亲的兵器。香莲玉体，连天金
过一天啊。提起此事，是安怎？